但是臭的，钥匙没动哎。哇！哇！再打！哎！哎！是吗？是。哦。第一个在问。是物品吗？算是是。哦，不是。不是。哎，软棒拿来。不是吗？不算物，这不算物，好痛哦！是零食吗？不是，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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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会在水里吗？是。是青蛙吗？不是。啊，就跟你讲。你刚刚体积很大，你有病。看你。好凶，好凶，好凶，好凶。结婚还是没有变。你不要管我这边的。它是甜的吗？是。是甜的零食哦。要冰吗？要。是，不用啦，是啦，要，不是啦，是干嘛要冰啦？不用，基本上不用，基本上不用，没啦，那是因为吃不完才冰啦。是不是有攻击性？为什么表情这样啊？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你攻击海里的鱼啊？哦哦哦哦哦哦哦！猜了啊！不是哦，不是哦，讲不是，他不能猜，不是不是哦，该你。哦哟，再说冰的零食是什么？我想一下。你要再找到我。海不是什么？你在讲谎。海豚，海不是什么？你在讲谎。海豚。怎么？因为我猜到海豚。我想说，是金鱼还是海豚啊？好，一比零，李毅惩罚。啊，要惩罚？要惩罚？哎，三胜哦！哦，三，黄老精华液，群众，还有那个蚕蛹，哦哦，怎么现在马上就惩罚了？哇，臭的！来，里面呢有一只那个钥匙，把它咬出来就可以。认真咬出来。这是蚕蛹，没有了，先哥，这蚕蛹，这蚕蛹，先哥，不不，这里面虫，蚕蛹在底下，对，哎呀，历史的，对，你看，我才第二次来，有第二次，很臭哎，我被吓到，这怎么弄啊？要紧给他打哭起来，好，加油，来哦，来哦，助跑，好。铁头功，铁头功，哎呦，哎呦，要拿到红冠，拿到，拿到，有拿到，你嘴巴不能轻易打开哦，哎，要用红冠，拿到，用红冠，拿到，虫就跑进去了，正下方吗？正下，正最正下方，真的真的，要憋气，要憋气，要憋气，来抓一个，我在给你，没有。他下去了，冲！想讲话，对对对，哎，等等，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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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不够高，好像不够高，可以可以，有吗？有吗？用舌头顶出来，用舌头顶上来，你不能轻易开口。他夹不到，再起来吸一口气，再起来吸一口气，钥匙没有动，钥匙没动，哎。哇！太硬了啦！再打！地鳖虫复活了！这真的只能用舌头了。在哪里？放开钥匙！在哪里？你可以用嘴巴把那蚕蛹吃掉就有。我跟你讲，你东西家里干脆把它直接往头上顶啊！在头上皮带出来。在哪里？这个真的蛮难。哇！哎，地鳖人，地鳖人哎！哎，他在，来来来，那边，他在泼水啊！泰国泼水节，牙膏，牙膏，啊，去消灭了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！哎，是不是更有放钥匙啊？有啊，有放
进去了。有没有在吗？刚有看到吗？三分之二刚被他弄出来。每次刷一下，这个旁边没有盖子的。太硬了，拱了。好拱哦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声音，声音。掉了哎，可是你要变漂亮哎！好，我今天就入这一关。哇，厉害！去了啦，慢慢玩，大家慢慢玩。哎哎，这个只是沙拉而已的。定位，像点就够。哦。这张。是三个字吗？是。是在山里面会有的吗？不是。是动物吗？不是。我这是它体积是大的吗？是。是，它是动物吗？是，所以它是可以忽大忽小的吗？不是，我这可以吃吗？我这可以吃吗？不行，不是，不是，我这个是，只有台湾有吗？是，还可以再问，还可以再问。这有比这拉布拉多大吗？有啦，有吧？是哦，比拉布拉多大。那有比一台 Mini Cooper 大吗？不是，没有。它是属于台湾小吃吗？是。它是豆类食物吗？不是。我这个跑得快吗？所以你要跑得快，有比拉布拉多快。以前跑得快了，现在就跑不快。没有，我是人民吗？是。所以人民它比拉布拉多大，比你那么小。那这个人以后可以用这个介绍。现在跑不快。请问他是男的吗？他是男的。不是。请问他是汤类吗？不是。请问他是歌手吗？他是歌手。是。他最近有开演唱会吗？没有。不是。请问他是热的吗？不是。跑不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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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人看到这段应该会气死。他的名字里面是不是有动物的音？是。他开始从十二生肖开始。杨丞琳。不是。不知道。润饼。我知道了。来不及了。你知道是什么？杨秀慧。好，恭喜黄队获胜。好难哦。还很难。你别对。来。发酵美颜素，啊，又是美颜素，把那个敷在你的脸上。你敢吃纳豆吗？我其实敢。好像 OK， 那就不错。哎，纳豆 OK 的，敷嘴巴，那敷在脸上，敷在脸上。你可以坐，来来，你一颗一颗敷额头啊，一颗敷额头啊。敷他的痘痘那边，敷他痘痘那边的，这边变好哎，你怎么定？要拉稳，对对对对，看一下。好，是戒到多久？达哥帮你弄啊，因为他敢吃啊，他敢。黑队挂了两枚了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布，好，先问，请问是人名吗？不是，请问是三个字吗？不是，请问是动物吗？是。你还没玩完呢，你不能太早。问那么多才一个数啊！摸啊吧，你们来了，天哪，表情啊，注意，牙龈快吃丑了，牙龈快吃丑了。你说自己是偶像？请问是两个字吗？是。给我熊，他受不住。对啊，每一题都给反应。啊，两个字的动物。请问是陆地上的吗？
是。请问它是哺乳类动物吗？是。它是哺乳类乳牛吗？不是。请问它是袋鼠吗？请问它是袋鼠吗？是。啊！你说你说你说袋鼠！你都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！恭喜黄队获胜。好强！好强！强！压力他妈压力给到你懂了。拿这个，然后往他脸上砸啊！这么凶，这么凶，这是下令吧？不要打我！一个人一个，一个人一个。啊，前面。有旁边有打到，啊，这个位有准了，对不对？这好像轻轻打就很痛哎。一二三。哇！来啊来啊！哇，好朋友们啊，好朋友。喂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他是棒球选手啊。有有棒棒，没有没有砸中就轮到你哦。而且你要站前面一点也可以哦。前面。太近了。哦，太近了。哦，有有有。你们最爱的来了，财气好运报。哎，等一下呢，就是呢，输的人嘴巴要喊那个气球，然后把就打好。Oh my god！ 你们怎么变成这样子？你是说你压力很大是不是？手手手手手手，所以嘴巴嘴巴。不可能啊！然后塞进去，然后快破肉包，看到没有？对对。里面还有粉。苦莲。苦莲苦莲。我拿粉。你好苦莲哦。苦莲啊！哎，好吃啊！这是吃的，不是？它是活的吗？是。它是在陆地上。是。是。它是不是很多毛？有一些啦。好，那到底是？问答。是。是算小事啦。是啊。它是人吗？是。是，对啊，你在刑警在问话喽，刑警在问话喽。他是男的吗？不是，是。好，该对。他是20岁以上吗？是。他是30岁以上吗？妈没有血种了。对啊，没关系，哎，你也有啊。是。他有40岁吗？他是不是？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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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他是演员吗？是。他是不是跟你熟？不是，不是。他是50岁以上吗？是，是是。他是主持人吗？不是。他是主持人吗？是，是。哇，你刑警大队的这么凶。他是短头发吗？不是，是，是，他是短头发，40岁以上，他是小 S 吗？啊对。哇！自暴自弃啊！自暴自弃啊！他哎，他前一阵子很风光，他才刚开完合体的。现在不好意思，我要留着明年生日用。哇，哎，这比20年合体还好看呢。因为，哇，他放进去了。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兄弟，他摁一下，怎么有点享受？摁一下，摁一下，哎哎，你这个变迷音哎，你这个变迷音，哎，各位迷音，坐起来，坐起来。我叫我把它合成。哎。